我反正没看到东西。你没看到东西？对，我估摸着这个头比较多的有点奇怪。哦，因为我摸过去，我的皮肤确实比较粗糙。对，咱俩皮肤应该差不多一样。哎，皮肤是粗糙的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但我也总觉得我的也其实头也不少。所以你怀疑谁呢？我反而其实有一点怀疑露丝。哦，怀疑我们的大侦探，因为他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这女的有点东西，这女的有点东西。摸到啥应该都这样。对，文静你呢？你觉得呢？文静觉得呢？我觉得他们俩，因为他们皮肤很粗糙，但是我每一颗头他的皮肤都很光滑。虽然就那么短短两秒钟的接触，但是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。你就进去那么一会儿，几个头全摸了？全摸了，而且说都很光滑。扫了一遍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开始投票了。我们为了让大家不互相影响，我们说三二一之后，大家闭着眼睛比手势就好了，一到六，好不好？好，来看好了啊，准备三二一，请选择。好，我先说票数最多的，目前来说是4号。4号3票，6号2票，2号1票。那么4号被淘汰，游戏结束。我看看，就这么快，一听麻麻的就不一样。给这真的很可怕，甚至连软糖都没摸到，你摸的是树叶，甚至你摸到树叶就飞走了。我跟你说他麻是因为啥你知道吗？摸到了壁麻。不是，他的胳膊磕到了那个边儿，所以他手麻了一下，碰到麻筋了。